菩提心是指的，简单的说，菩提心就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心。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成佛之心，佛果，啊，成无上正等正觉，成就佛果之心，啊，自利利他之心。就说你为啥要成就佛果呢？前面还要加上要自利利他。啊，我自己要得大自在，我还要我身边所爱的每一个人，啊，甚至跟我不爱的人就通通得自在啊，就是愿众生都得自在啊，自在生活自在，成我要成佛，然后利自利利他，这就叫菩提心啊。动力啊，先发理想嘛，这就像小时候上一年级的时候，老师说，大家先发个理想啊，先。将来要考大学，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啊！啊，怎么能这叫理想啊？先没有动力啊，没有动力，先发理想，先树立一个崇高的目标。那是因为感受到没有，不是感受到，是发这个成就佛果之心，是因为我们现在都迷了嘛，大家不知道发啥心，知道吧？那你发的就是这个心那个心，那佛告诉你，你要发这个心是对的。这就是我们上一年级小朋友是不知道，老师我就想吃糖果心，是吧？我要吃苹果，是吧？我想发心呢，出去赚大钱；我想发心呢，去开个小杂铺啊，等等啊，各种发心啊，发心嘛，啊，我还想发心现在回去睡觉。老师说你不要这样发心啊，你就那样发心，发心啊，要长大了做一个对社会的栋梁，有这，哎，先把这个崇高的目标定在你的生命里。啊，小朋友说根本听不懂啥叫崇高目标，是吧？一出门就忘了，是吧？是吧？摔一跤都想不起来。老师，你昨天那个崇高目标是啥来的？你再说一遍。哎，老师又给他说一遍，整整说了三年，他才记住这个概念。他连那个概念也不知道，什么叫崇高目标？那个就高吗？是吧？我吃苹果就低吗？是吧？我们也是这样的啊，佛告诉你发这个心是对的，是正确的，是最崇高的，是一个终极的啊，终极的愿望，就是我们比如我们想快乐嘛，想活得更好嘛，这不是大家平时的发心，我们努力来努力去，不是你想活得更好，一天比一天好，是吧？能够自在没有烦恼嘛，是吧？佛说这个发心也是对的，就像小姑就想吃苹果啊，想满足欲望。佛说，但是你要发个更高的成就，你成了佛，这些愿望都能满足，知道吧？啊，都会自得大自在嘛，越活越好嘛啊！先发这个愿望，嗯。嗯，那就是菩提心附体，没关系啊，那附上嘛，怕啥呢？它还影响你啥了？让它附上是吧？菩提心附上了，但是呢，我又不想让它附，是吧？你看那个坏人，我不想理他，我成了佛也不理他，是吧？这个世界这么坏，他需要我成佛去普度吗？没有人需要你成佛，首先我们自己要得自在啊！没有人需要你，你是发了这个心，众生还不一定是愿意让你度呢，是吧？你先发个自利利他，众生也不见得也想让你利他，是吧？人家众生也说我也利想利你啊，我还发了利你之心呢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心呢，其实是个概念啊，先发下了概念，经常会丢，记不起来，遇到事儿的话，我们基本上还是吃喝拉撒睡这些事儿啊。但是这个心你先挂在你的生命里啊，它是个就像个种子一样没在哪儿了啊，因为一切有妄想生，连你本能反应都是妄想，你为啥不妄想个好的呢？你把那个最高之见歇在你妄想里，妄想上一下下，啊，因为你也喜欢佛嘛啊，这是其一。其二呢，慈悲心其实是与空性合一的啊，平时我们就是善良，所以平时我们的慈悲好像总是不够。总是觉得，哎呀，老师，我丢了慈悲心了。你没丢，因为你还没有达到大慈大悲啊。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，你也利他做了一些善行，但是慈悲总是有底线的。我们喜欢的想利我们的父母、孩子、亲人、朋友啊，我们想利，哎，我们很善良，但是他们也伤害你啊，啊，你利了人家不理情啊，就是这样，然后你受伤了，然后说是不能慈悲这些啊，其实你还是一个善良的人，善良你善总会被恶伤害的。善是会被恶伤害的，因为善良的人他在概念里边他本身就有恶的那个相，恶的相个概念，所以你一定会被恶伤害，
慈悲是不受伤的，慈悲不会被善恶伤，他不会善伤，他也不会被恶伤，因为慈悲里边无相，慈悲心是平等的，与空性合一的，是叫大慈大悲啊。所以三界众生是平等的啊，所以他不会说哪个不度哪个度啊，他不是那样平等。所以这个你要想大慈大悲，你的修正啊，你才从这个小我里解脱。我们你说有个小我附在上了，你也不外乎就是有个小我，有个无我，有个大我，是吧？是吧？我们大家经常把自己分成好多我，有时候大我，有时候小我，有时候无我。我你看我今天无我了，我做了件好事，对吧？是吧？我没想我的报酬，我也没想啥，我就无我了，累塌了，是吧？也会这样想。反正我们这几个我经常转来转去的啊。刚开始在你没有解脱之前，就是在概念里边玩嘛，啊。你成道的需要，所有的都是你解脱的需要，不是这个世界需要你这样，是你想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必须这样做，必须修六度万行，必须，比如说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，这个忍辱也罢，布施也罢，这些东西不是佛菩萨喜欢吃香蕉啊，吃你那两个香蕉，你在供品上放两个橘子香，不是的啊，是你需要，因为我们的小我，你不布施，你真不知道你多看重那些东西。就是你一动的时候，你才那心就揪住了啊！你还觉得我已经很无我了，我境界无量。但是你动一动，你舍不了。佛说，你要真的想成无上正等正觉，请舍下这世界的一切有为相。这世界的一切有为相都如梦幻泡影。这就是楞严经佛跟阿难说，如果你真想捐舍这个世界的一切有为相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我跟你说，圣意地住的真圣意定，圣意心，就我跟你说第一定。说空性啊，因为都虚空，你还有啥舍不舍的呢，是吧？但是大家不舍嘛，所以才修六度万行，都是剩下的。你要说完第一地，所有的都是方便，方便法，都是你一下子到不了，慢慢来啊，就是次第来，慢慢不着急。再你今天忘了，忘了再说一遍。夫妻一丢了丢了捡起来，是吧？这怕丢呢，是吧？拿着就不怕丢，是吧？哎，慈悲丢了丢了，明天再吃。但是，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，大家善良，但善是有下限的。所以为啥天道啊，恶是没有下限？你看用火，到很多东西用火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在恶的时候，唰然后就下去了，下到五界地狱了。哎，我们恶不给下限，就是说，所以现在教育孩子大家说，你一定要有个底线啊，你恶也不能，这个底线是你恶不能去越过那个底线啊，比如吸毒啊，因为你。父母给孩子底线也是怕他一输只成千果恨啊，就是说那些坏事做了以后你已经很难改啊，就是说也是还是就是说喜欢孩子嘛，就怕他，因为知道我们会做一些小错事小坏事，其实这个世界这个坏事也不至于说多坏，也不是说这个坏事做了你就是个品质坏了，也不是，是有些事做完你受不了那个果报，你知道你会受苦的，知道吧？所以把它列为坏事。比如你杀个人的法律不能抓起来割打死你了，是吧？你妈在那儿哭，你妈会觉得你是个坏孩子吗？是吧？你杀人肯定也有缘，但是你那个果报就全家人在受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那个就是杀人就是个坏事啊，所以列为坏，所以这些大家都在因果里呢啊，很多东西啊，慈悲心也是，你要通过修正逐渐去领悟这种慈悲的境界啊，它不是众生不需要啊。众生不需要，但当你成就以后，你也可以认为众生需要。啊，否则你说啥呢？是吧？哦，这个慈悲真的是不可说啊，就是，你成就以后，但是刚开始发这种心，先发起这种心，就是升起这种妄念来，哪怕它是个妄念，是吧？什么到底慈悲是个什么？你就像达摩灭壁九年，慈悲不慈悲？他对着墙说法嘛。他九年好歹也过来，你大家都像二祖说，你就转过头说一个字嘛，是吧？你看大家在水深火热轮回呢，你对着墙浪费了九年时间，从印度一苇渡江，还实现了个一苇渡江深度，过来对着墙坐了九年啊，你觉得他不浪费生命啊？那叫大家说嘛，他为啥对着墙说呢？他随便对这个人也能把他弄到个小城吧，阿罗汉嘛，随便找个人，当时中国那么多学佛的，哪个不需要印度七千二十八祖来度啊？他就对着桥坐了九年，是吧？慈悲不慈悲，是吧？
他了知一切的因缘啊，他的出现，那就是他在因缘，他已经了知，他那样安排，那样去做。佛可以活，释迦牟尼佛可以活很久。流行注释，他为啥就活了80岁，拍拍屁股走了？他不知道他的弟子没成道吗？阿难都没证过，是吧？他为什么就舍下弟子不跑了呢？那不慈悲啊，是吧？所以去理解这种慈悲，不是说就很多因缘在那啊，就是去理解。刚开始修行是需要的，到最后你所做的一切都叫上报四重，下济三途苦，也是你应该做的啊，众生。这就叫对诸佛，这就那个大势至菩萨说，诸佛把所有的弟子、所有的人都当成自己的孩子，啊，子一母，母一子啊，一个母亲做任给孩子做的任何事没有原因，知道吧？有原因吗？他爱孩子，只要孩子需要的，他都会做，有原因吗？没有，因为爱在那儿嘛，是吧？这个爱里边是没有分别心的，平等的，这叫慈悲，这种爱里边是慈悲。那母亲的爱对孩子子女也是慈悲的一种，但只不过他只爱自己的孩子，他不爱其他人的，是吧？其他人的孩子要伤了他的孩子，他把那个孩子叭叭叭能杀掉，是吧？很凶。但诸佛菩萨把所有人都当成自己的子，是吧？就是比喻啊，有孩子的那种爱，慈爱在里边，是爱，就是慈悲， 这就叫慈悲啊，没有原因。就是因为不是一起的或者俩起的，不是啊，就没有原因。你就是那样的人啊。